去到最後訓練兩個禮拜，大家見到我減咗30磅，最後呢5公斤係極之咁辛苦。第二次就唔生咗，下次再搞唔好要我達80公斤以下，我打唔到啲咩出嚟，好似我先咁打咩事咁。另外多謝好多人，我多謝我師傅不辭勞苦咁樣對我訓練搞出嚟，我多謝我媽，我呢排脾氣好差，佢脾氣差，佢都我媽睇緊，係佢冇怨過。最後我多謝周明，我今日唔記得名，咩啊？周明啊，我多謝周明，我唔係串你，你真係你拳都 OK， 我真心多謝你。是因為你，我有這個動力去打，因為我真的周圍都聽到很多關於你的留言，不好意思，我嘗試要，我想帶出一件事，就是憎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我嘗試要憎恨，我很生氣，我不停地在那邊洗腦自己，他仆街，他是個賤人。他現在表現了運動家精神，大了4分，他有個 respect。我多謝很多人罵，我要講很多人過，我不講這段。我多謝阿靜，多謝你提出這樣。很多的網友在直播，在所有的媒體都問我，不敢講啊，你不敢講啊，是不是？其實我覺得有直播老闆，不好意思，整件事。我現在他走了那麼久，我看到很多網上面，只要一提起他就會帶我報仇，不過你怎麼幫他報仇？你叫恩人，你怎麼幫他報仇？他是我恩人，所以我要對他做的是報恩。我要報仇，我要幫他報仇，我要跳回出來，不斷跳廣告，不斷做好自己的事。很簡單，我開直播，不斷狂鬧前公司，不斷狂鬧，明白你仆街，你賤家，你什麼，我一定得的，我會是其實好多人咧唔係鬧你，我都係讀啲網民嗰啲。我知，所以我多謝你講出嚟，令到呢件事盡上位。我希望以後大家提翻起阿晶，係我接住我人會做嘅嘢。今場拳賽入邊，我所有嘅拳酬，我會捐上去澳門人民流浪狗義工慈善組織，係我同佢。希望你們可以好像放下我吳宗明的手，我搞麻痹自己生氣。